自从陈妍希确定出演于正版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后，就备受外界争议，尤其是定妆造型一曝光就遭到大量网友吐槽，被批史上最胖小龙女。直到10月17号，陈妍希在微博晒出了神雕的最新造型照，难得新发型，赶快晒一晒。陈妍希所晒的小龙女新造型一改之前的白娘子头，脸庞两侧留有些刘海，包子脸看上去都清瘦了不少，外加身穿一身经典白袍，飘飘欲仙。不少粉丝都留言大赞，这个发型顺眼多了。